揭开经本卷下第十三面，卷下第十三面，请睇经文。更能于塔庙前发回向心，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尊敬佛道，以此果报无量无边。这个是讲布施，佛家的道场修补旧的经书，佛菩萨的形象，所得的功德，前面讲能够种这个因，果报是百千生中为转轮圣王，由此可知布施福报不可思议。佛在经上讲给我们知，人间的富贵最大的就是转轮圣王了。转轮圣王所做的业因，这个经常有讲的，这度注解引用古德的讲法，在第十三面第一行尾后一句，妙缘云，妙呢是妙法莲华经，缘呢是缘意，智者大师作的。智者大师所讲的这些话都是引自经典当中啊。这段讲呢，皆是善心持戒，兼以慈心劝他获为福。一句非常重要啊！为乜嘢佢得咁大嘅福？在我哋人间，同转轮圣王相似嘅，好似而家世间超级大国嘅领袖，这个就类似转轮王啦。而家呢个世界，美国最强盛啊，好多好多嘅国家，虽然美国人唔能统治，但系都受佢嘅影响，甚至于受佢势力嘅支配。但系美国嘅总统的确，据卷轮圣王的意思，但是没有卷轮圣王福报那么大。为什么呢？他们的任期只有四年，而且还受到国会种种的约束，不能够随自己的意思来办事，所以比转轮圣王还差得远。在200多年前，
喺中国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呢三代啊，可以讲话系有一啲似转轮圣王啦。嗰个时候，中国嘅国力非常强盛嘅，喺亚洲好多好多嘅小国都对清朝朝贡啊，都成为清帝国嘅藩属。所以我哋展开清朝最盛嘅时候嘅地图嚟睇，比而家中国嘅面积大概要大3倍咁样啊！而家中国嘅土地，如果同乾隆嗰个时候相比，只剩下1/3啫。所以咁样嘅国王就一啲似转轮圣王啦。佢嗰个福报点样收嘅呢？呢个系智者大师喺《法华经原义》里面讲俾我哋知嘅，散心持戒啊，佢唔系专心。去潜持戒咧，持戒嘅，兼以慈心劝他为福啊，心地善良啊，自己修福，带动好多好多嘅人修福。佢福报现前嘅时候，佢自己系帝王啊，同佢一齐修福嘅呢啲人。都系佢嘅大臣，都系佢嘅部属。其中福报大嘅就做小王咧，喺过去嘅制度，总督就系小王啊，巡抚亦系小王，巡抚就相当而家嘅省长，而总督通常系管2个省嘅。呢个都属于小王嘅身份，喺边远地区嘅呢，附属嗰啲藩王呢，就系小国嘅小国王啦。福报系咁样收嘅，释签云底下讲释签啊，第二行尾后一句，释签系愿意嘅释签，愿意呢？系智者大师作嘅，呢个系原意嘅注解，湛然法师作嘅。佢讲得比较详细，都系引经嚟说明嘅。先行七法啊，呢个系讲。一生行善，佢行边啲善呢？第一个系吸施贫乏，对于贫困嘅众生，佢照顾非常热心咁照顾，所以喺果报当中，佢感得好多好多人拥护佢啊！呢个系有恩德啊，报恩啊。第二呢，经文孝养，佢对人尊敬啊。佢能够孝养，尤其系对于能够孝养父母。孝养尊长嘅人，佢系格外咁尊敬。第三，四时八节以济四海，呢个就系对鬼神嘅恭敬。前面呢两条呢，系对人嘅。
一条系对天地鬼神嘅，一啲现代人疏忽啊！我哋人生在世，同天地鬼神息息相关，人同人嘅关系要处理好啊！人同天地鬼神嘅关系亦要处理好啊！古人明白这个道理，不单止中国的古人明白啊，我们看看全世界的古人都明白，都知道祭祀鬼神。现在的人把这些东西看作迷信，极力地去排斥鬼神的关系，搞坏了啦。换句话讲，得不到鬼神的帮助，如果鬼神从中作乱呢，再从中破坏呢，那我们就苦了。我们没什么能力招架的。乜嘢时候呢个世界仲能够恢复好似过去咁样嘅安定繁荣兴旺呢？就睇睇大家有冇觉悟啦。我哋要同天地鬼神和睦相处啊！喺中国古礼，诸位睇睇三礼、周礼、二礼、礼记，系把祭祀列喺第一位嘅。祭祀就系同天地鬼神办外交啊，系把呢个关系搞好啊。这个是事实，不是虚假的，不是说你信就有，不信就没有的，没那么简单的。你信有这个事实，不信还是有这个事情的。这个是事实啊，一定要明白。世间人虽然口里面好硬，讲佢唔信，事实呢都经历过㗎。喺生活当中都有体验㗎。听到的好多啊，有好多人是亲身经历的。这个事实我们一定要重视。祭祖先，祭天地鬼神，大四时修忍辱，所以他的福报能够保得住，能够在百千生中享受，原因就是他能够忍辱。要是不能忍辱，再大的福报一生就享完了。佛家讲得好，布施是修福啊，忍辱是保持啊。你不能够忍，你就保不住的了，很快地就爆了的了。后面还有三条呢，一定要断贪、断真、断痴，这个三毒烦恼啊。
呢个系喺生前修依七种殊胜嘅善因，然后又发心。为大众服务，所以先得到呢个殊胜嘅感应，得到咁好嘅果报。从呢一品经，呢一品经喺整个地藏经里面系最重要嘅一品。地藏经尾后结归到三宝，名号品是佛宝，布施一品是法宝，后面利益存亡品是增宝。三宝法唔住世啊，三宝里面是法宝最重要的，劝我们修布施。布施这两个字的定义一定要很鲜明很清楚，布施就是服务。布施一切众生就是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服务，为十法界众生服务，那个是佛道啊，大菩萨道啊。所以我们不要把布施看错啊，以为在佛门里面捐献一些财物，这个就叫布施。你把布施看得太简单了，太狭小了。菩萨行里面，佛同我哋讲咗六个原则，六条啊。经典里面称六道、六波罗蜜。就是菩萨行为嘅六个原则。第一就是布施。第二仲是布施。第三仲是布施，佛跟我们讲布施分三类，第一类财布施，第二类法布施，第三类无畏布施。你看六个六条里面，第一是布施，布施里面财法无畏都包括了。第二是持戒，持戒守法。第三是忍辱，守法和忍辱都是属于无畏布施。后面精进禅定波野都是属于法布施。所以菩萨行，你要把它总归纳，就是布施两个字。布施两个字的讲法，就是为一切大众服务。无论你是什么身份，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，一切为众生，一切为社会，一切为人民，那就是修布施波罗蜜啦。
我哋一个人啊，利生系为众生做好榜样，嗰、那个就系修布施波罗蜜能。有一个人喺世间心地好，品德好，行为好，俾社会做一个好榜样。呢个新布施啦，身心都喺度修布施。我哋嘅生活无论嗰个系富裕或者系贫贱，富贵做一个富贵嘅好样子，贫贱做个贫贱嘅好样子。贫贱人守本分，安贫乐道啊！呢、这个就系布施啊！富贵人做富贵人嘅好榜样，以佢生活多余嘅，能够周济贫穷，系富贵人嘅好样子啦。有富同一切众生共享。你从政为人民服务，你经商亦为人民服务，你做工仲是为人民服务。我哋出家，出家人把佛法经教研究透彻啦，为一切众生做详细嘅讲解，为人民服务啊！帮助大家破迷开悟啊！帮助大家提升生活嘅水平，出家人亦系为人民服务啊！整个佛法冇其他嘅。讲到最后，总归结为一切众生服务而已呀、啊。我哋自己发心为众生服务，亦劝导一切众生都要为众生嚟服务。真正能够牺牲自己，舍己为人啊！这个人就叫菩萨啦，念念念众生，念念念社会整体，念一切人民，冇念自己啊，冇念自家，自己同自家系呢个团体里面嘅一份子啊，整个团体好。自己边有唔好嘅道理呢？所以佢有咁大嘅福报，呢个福报其内有字啊！我哋明白啦。下面呢段嘅经文，你再能够把服务嘅心量扩大，你嘅福报就更大啦。更能于塔庙前发回向心。什么叫回向心？我们今天服务的事是一个地区或者更少，一个团体，一个社团，一个地区，再扩大
一个国家，今日讲一个世界，依个系我哋喺世上能做得到嘅。前面所讲嘅回向嘅心，我哋事虽然达唔到，可是我哋嘅心愿达到啊！我哋服务嘅心愿系尽虚空遍法界，唔限于呢个地球噶。呢句话讲起嚟系空讲嘅，悟空真有心愿，咁就唔系空噶啦。可惜我哋而家冇呢个能力啊！边一日要得到神通啦？飞行变化自在，我哋确确实实系好乐意帮助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嘅，就好似诸佛菩萨一样，喺尽虚空遍法界随类化身，随机说法。这个就是回向心啊！你的心量扩开了，一心量一扩开了，你的果报就不是百千生中转轮王身了，那就不止了。于是国王乃及诸人进成佛道，以此果报无量无边啊！为什么一回向就成佛道呢？一个回向的心是佛心，心是佛心，那怎样会不成佛道呢？当然成佛啦。前面那个心不是佛心，是人心。在四种慈悲里面讲众生愿慈悲，所以他的果报是转轮王身。一发发愿回向，这个心是佛心。这个慈悲呢是大慈大悲，没有条件的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。所以决定成佛道，无论是发心带头的劝导大家，或者是跟着一起做的进成佛道。这个进成佛道，诸位要知道啊，这些人都发回向心，他才能成佛道的。这个是其中这么多人，如果有一些人不能发这样的大心，那他还是不能成佛的。真正发大心的人成佛了，成佛果报才是究竟圆满的。在佛的果位上，应于转轮王身而得道者，他就是现作转轮王；应以天王身得道者，他就是现作天王。你看几自在啊！没有这个大心量，虽然收这么大的福报，做转轮王身，转轮王身还是不自在的，他不能够随意去作天王，他亦不能够随意去做鬼王，他不能随心所欲。如果是成佛成菩萨，随心所欲，任何身份都能示现，而且示现做不仅是善一个身，同时同处可现现无量身，
是现种种不同的身份。这个只有在佛和大菩萨的果地才能办得到啊。所以发愿回向就重要了。世尊在观无量寿佛经跟我们讲菩提心，至诚心是菩提心的体本体，一切法都是从这个心里面流露出来的，都是从这个心里面建立起来的。人心要真诚啊，真诚到极处啊。唔单止冇私心，连一个妄想都冇。依家讲体啦，本体啦，有体当然有用啊。用里面分两种，一个是自受用，一个是他受用。这些话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呢，你用乜嘢样嘅心对自己，用乜嘢样嘅心对别人，对自己是自受用，对别人是他受用。法讲俾我哋知，对自己系心心，心心系好善好德，自己能够修善积德，咁对自己啊，对别人呢？是发愿回向，发回向心，发愿回向是大慈大悲，发愿回向就是发愿为一切众生服务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哪个地方，全心全力为大众服务。这个服务完全是义务的，不求丝毫的报酬啊。世间人服务是要讲报酬的，佛菩萨服务没有报酬的，全部是付出的。而家嘅话讲咧，义务嘅，完全系义务嘅。如果有义务呢个观念咧，咁仲唔系佛菩萨啊？为乜嘢咧？佢嗰个爱心仲系低一等，发愿慈一，仲唔系大慈大悲啊？大慈大悲。连这个义务的念头都没有的，他做的是真正义务工作，但是决定没有义务这个念头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佛菩萨，以此果报就无量无边。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也引用一些故事，这些故事诸位看，你听我讲了之后，这个故事可以看得明白，我们就不必多讲了，请看下面经文。
下面的经文是布施的第四段，施老病产妇所得的福报。福赐经常加上福赐，就是另外一件事情的起头了。在这里跟我们讲了种种布施，这个是第四种，叫做地藏菩萨。地藏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，而一句是讲能布施的人。发心布施，由于这么多人，他们的身份地位福报都不相等的，但是都能发心修布施，布施所得的福完全在布施人的心态，决不是他的地位高下，得的福报大小跟他地位高下没什么关系，跟他的财力物力亦没有关系的，关系在他发心，他是不是真诚心，是不是圆满的心，是不是真的尽心尽力了。福报大小从这个地方结的，可见得收无量无边的福报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的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。下面呢是去布施的对象了，见诸老病及生产妇女，若一念间具大慈心。这个关键就在大慈心啊！大慈心是佛心啊！发生大事的心态啊！这个不是普通人啊，无条件的，看到了一定帮助。布施衣药饮食卧具，使令安乐。看他有苦难，立刻就伸出援手，就去帮助他。现代这个社会啊，老人病人可怜的好多，老人照顾啊，整个社会为乜嘢变成呢个样子呢？教育政策嘅错误，而家嘅教育都系功利主义嘅教育，同我哋中国古代唔一样啊！中国古代教育是道德的教育，仁义的教育，尊重道德仁义啊。现在的教育是功利啊，是利害的教育，跟我有利就是朋友，跟我没有利的就是敌人，你说这个怎得了啊？这个社会上下交精利，孟子讲的，这个国家就危险了。这个危险就是说明有大灾难要现前，或是天灾或是人祸，都是众生业感所做的，大家所做的不善业。所以古代古圣先王，后世人为乜嘢尊敬佢呢？为乜嘢崇拜佢呢？
佢哋有智慧啊！佢哋建立一个政权，教化众生，教众生道德仁义礼。明道修德，行人仁义守礼，以个社会安定啊，人民安乐，知道互助合作，和睦相处，呢个系帝王为人民服务啊！俾社會大眾做咗一個好好嘅榜樣。今日嘅功利社會，每個人只求自己自身嘅利益，家庭都唔顧啦。真嘅係忘恩負義啊！父母点样把你养成？到父母年老啦，唔要啦，丢甩佢噶，认为孝养父母系个负担，而个负担佢唔愿意担起，舍弃咗啦。父母嘅死活同自己唔相关，父母有病冇人照顾。父母年老啦，丢甩女亦冇人照顾。而家喺外国有老人福利嘅制度，我家嚟养老，国家要有呢个财力先至得噶。社会福利事业系美国人最先提倡嘅。二次大战结束之后，美国嘅国力系最富强嘅，兴起呢个制度，全世界好多民族国家都去仿效，而家弊病出嚟啦。国家嘅负担太重啦，把国家嘅财政拖垮啦。但系有冇人敢把呢个制度废除呢？冇有人敢啊！嗰个国家系民主社会啊！如果你要系想把呢个制度废除，老百姓唔投你嘅票啊，你就选唔上噶啦。为咗选票，呢个制度咬紧牙关，仲要坚持啊！美国而家负债。几乎系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知道嘅，四代都还清啊！佢原来系债权国啊，而家变成负债嘅国啊！呢个都系政策嘅偏差，所以新加坡政府好聪明，睇到。呢个社会嘅病态，新加坡有冇社会福利呢？有，社会福利主要嘅来源系人民嘅储蓄，佢哋呢度叫公积金，呢个系政府强迫你储蓄。
这个储蓄就是预防住你生病，你年老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养活你自己的。实在再有困难，政府再补贴一些，这个制度好啊。外国因为有社会福利这个制度，所以人民呢没有储蓄的观念，老了不紧要，国家养。所以每一个月的收入他们都把它花费得干干净净。多数人投资的，所以造成了普遍负债的现象。中国古老的教育里面，负债是耻辱啊！你怎样可以负债过日子的呢？言语里面常讲的无债一身轻啊，生活过得贫困不怕，不负债，生活没有压力，他的日子过得几舒服啊。但在外国先进的国家，几乎没有人不负债的，生活压力好大啊。这样的社会，我在那边二十几年，我看得好难过。人为什么活在世界？为还债啊。你说几可怜几悲哀啊。每一日努力工作为了还债，还银行的债，向银行贷款啊。你的房屋土地银行贷款买来的，你出门开的车银行贷款买来的，家里面所有一切电器设备都是向银行贷款买得来的，向保险公司贷款买来的，每个月赚的钱先还银行还保险公司，剩下来的一点点生活费用。我在美国，大多数美国人算是收入不错的呢，一个月可以收入$3,000。咦，$3,000他要给税，要给银行贷款，要给保险公司，实际上$3,000给完之后呢，大概可以能够剩下$800。所以$3,000收入，实际上他只能拿到$800。$800他的生活费比我们中国高得太多了，勉勉强强过一个月的生活。中国人比外国人好啊，中国人知道节俭，每个月他能够再储蓄$200就不得了的了，就好难得的了。所以$3,000的收入，他要是真正能够储蓄，亦不过是储蓄$200而已啫。过的是什么日子啊？人老了，美国各州财政是独立的，美国是个联邦国家，
每一個州就等於係一個小國家，有好多法律亦係獨立嘅，但係佢唔違背聯邦嘅憲法，因為每一州財富唔相同，所以嗰個社會福利亦就唔係一樣啦。好似加州比較富裕，加州嘅老人每個月可以領到$500養老金，$500呢一個月可以過得落去，冇乜問題。我喺德州住，德州嘅經濟環境比加州差，所以德州嘅養老金只能夠攞到$300多啲。德州嘅生活水平比加州亦係稍微低一啲。呢個係國家養老，老人退休之後物質生活可以勉強過得去，精神生活痛苦啊！真的是坐在這裡等死啊！每一天吃飽飯之後曬太陽，沒人跟他講話。我們到老人院去訪問，老人見到我們總是喜歡跟我們講幾句話，他得到安慰啊，有人跟他講話。所以我們看到晚年淒慘的現象，咁先至引起我哋要办弥陀村嘅构想，帮助佢解决佢嘅苦难啊，俾佢精神生活啊。有一啲老人院呢辦得唔錯啊！每一個星期仲辦一次，好似同樂會性質一樣嘅，裡面亦有表演，亦有唱歌跳舞嘅。邊啲人呢？都係老人自己啊，自己嚟辦嘅，年歲稍微輕一啲嘅呢，體力好嘅呢，佢哋嚟表演啦。年紀大嘅有好多行動唔方便，坐輪椅嘅，依啲喺場地周圍做觀眾啊，咁就算唔錯噶啦。可是我哋覺得依個唔夠啊，我哋必須有年輕人經常唔斷到裡面去演出。特別是鼓勵年輕的學生、小朋友能夠經常到彌陀村去表演，讓老年人和小朋友時常能夠見面，時常能夠接觸，使他精神上得安慰啊。世界上有很多歌舞的團體啊，中國這些雜技團啦，高水平的表演我們可以邀請。能到彌陀村來表演，所以彌陀村不是單一念佛的了，裡面這些娛樂的活動會很多的。我們希望能幫助老年人你度過他一生感到最幸福的一段時光，我們是朝這個目標去做的，為老人、為病人服務。
经常提到生产妇女，而家医药发达啊，照顾生产妇女已经唔需要我哋去再操心啦。喺古代啊，妇女生产非常痛苦啊，冇人去照顾啊，所以生产呢个时候性命交关啊。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啊，而家除非是一些很落后的地区，未开发的地区，已经开发或者正在开发中的国家，大致上都没什么问题了。佛在这里劝勉我们，对这些苦难迫切需要帮助的这些众生，要布施医药、饮食卧具，他迫切需要的，你要能够照顾到，目的呢使令安乐，得到他身心平安，等他离苦得乐啊。请看下面经文，如是福利最不思议，一百劫中尚为净居天主，二百劫中尚为六欲天主，不竟成佛，永不堕恶道，乃至百千生中已不闻苦声。这一段经文呢，是讲你所布施得的果报。